红中药电台，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罗拉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思念，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。阿边上，阿边着行，最后才知思念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8002977138，现场电话8002977738。那么咱这个电话原是活动处联络的定清电话8002977138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啊。这个马总统伊讲吼，政治对杀已经开始。咱来看民进党啊，这个发言人姓董啊，敢那这个台北市议员吼，进前啊有新闻讲，伊利用着人头吼，来领国会的这个助理费，甲这个同款姓吼，同款姓姓董吼，儿童的童吼，这个董进元。那么董进元伊伫咧讲啦，可能吼是伊个人的这个想法啦、想象啦吼。这民进党伊个咧睁着眼睛说瞎话。咱顶一回有报道一层对不对啦？这个独立党的甲什么嘿啊吼，啊带迄个什么北社啦，什么对不对？甲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呐，吼，啊，甲这个顾立雄吼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即马才甲想起来，吼，迄阵拢想袂出来，吼，顾立雄吼，顾立雄，伊也是那呢，去到这个特勤组，对不对啦？甲这个地检署，对不对？吼，啊，去甲各讲的时阵呢，卖吼卖研究吼，导出这个台湾，对不对啦？啊，这唔是咧
政治对十无即创啥？这毋是咧政治对十无即创啥？因为咱所知影，包括十一案，郭建明对不对啦？伊都甲告啊嘛，是毋是？那个安尼是安怎？啊，得过会说呐，大阵仗，是毋是？所以这就是对杀啦，这就是对杀啦。呀，你甲看民进党诶，睁着眼睛说瞎话，你甲看，因种人就是拢安尼，因这种人拢安尼，嗯。迄个证明很显啊，对不对啦？所以我常来讲，民进党做的，伊若唔对的讲别人，吼、哦、啊，伊若对的，就安怎？就变本加厉。伊讲吼，未来的这个政府，一定是依法。啊！来行政啦，这拢废话，对不对啦？哈、嗯，伊无可能的孙阿娘，啊，伫个堆杀公公连连，对不对啦？想也知影，用脚头骨甲想就知影，对不对啦？伊讲哦，未有政治堆杀的这个代志来出现安尼啦。那么意思我。董正元伊搁伫个讲啦，伊讲吼，关于未来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即个参议，新政府已经提出四点哦，而即个立场来声明啊，哦，那么因此希望讲吼，现在伊个即个政府有缘会当依照因个即个回应安尼啦，意思就是讲吼，阮对世界组织 WHO 吼、哦。而这个参与啦，包括人事啦，包括啊，也这个意向啦，吼、哦，拢因新政府有主张啦，哦，有主张，这四个主张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的时候叫马英九吼，唔好随随便便啦，哦，啊，该变卦，安尼新意思啦，哦，所以说那呢，党内都强调啦。哦，希望讲的时阵，现在的这个政府会当尊重啊，未来新政府的这个做法啦。因为未来新政府的这个人选，才是真正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哦啊卫生大会 WHA 哦，也这个人选安尼啦。啊，我都讲过啊，所以马英九就是安尼，对不对啦？哦，你对因好，因无咧甲你感谢。那对伊歹，伊就骂甲要臭头去。所以即马咱台湾的这个社会，就是这种的这个情形啦。好，大家了解。好嘞，到这结束。期待下一位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嘞。听首阿歌，甲结束嘞。夜半路灯啊，共同欣赏，再见，拜拜。
情的魂，多期盼的渐渐散，冷